来，拿上来。然后看一下绵羊应该很乖，来。绵羊很乖，我摸摸看。哎呦哎呦，好乖啊！哎呀，那黑绵羊。有哦，你看。那看起来不像黑绵羊，我们要去那个上厕所的。不是。那去干嘛？要去逛鱼会。鱼会。鱼会有什么好逛的？里面有卖鱼吗？那这只鬼，里面有卖鱼吗？嗯，应该我不知道。快快快快，姐姐来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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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哇、哦，好凉！好凉，好凉，好凉，好凉。哎，小朋友，请问你来正滨鱼会要做什么？听说是开放十天的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好凉哦！我只觉得好凉而已。这是什么？床吧，只是一个床而已哈。它是应该是的那个，应该是的艺术品，这种摆放展览参观，每个房间就是一个艺术品，让你进去参观。然后里面，我想要看这个。哦，这个可以踩吗？这是一种新鲜的味道。来来，往右边走。这是盐呀。它为什么会滴水呢？有没有？好看吗？哦，它上面故意滴水的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这是盐巴哦，猫咪。海盐哦，以前有两个阿呆去买了十几包海盐回家，不知道干嘛。哎，来了一个。他在外面的没有看一下他的介绍哈。啊？他是在说污染啊，还是海洋颜色？海的颜色，哦，是吗？就是这叫做捕破网，把一些网子丢进来而已。这样可以踩吗？可以哈。不然这个钱。不然就是，好，你自己走进去。风好，一有来有。来，回头看到吗？啊，好，坐。什么？你有什么感觉？是啊、哦，我觉得里面冷气还蛮凉的。潮音声，哇，酷酷的。
根本就。这是卖咖啡的呀。这是烘，旁边是烤的，所以旁边是卖烤香肠的。走了，烤啊，烤就没有开呀，炒，炒什么？炒米粉。哦，还有月球漫步，咚咚咚啊！先动员呀，镇兵渔港。啊，咖喱。咖喱饭，在里面停车。我们昨天哈，我们前天爸爸妈妈要来，没有地方停车，就今天开两台车子啊，占两个停车位，付了80块，原本40块可以解决。在新动员那边，我们去吃牛肉了。哎，好像有点一个炒面，有没有印象？我回去找照片给看，他的名字我记得啊，就是老林沙茶菜。你用老林，老太太了，我要跟老林拍一张啊。老林，你应该在看这个。嗯，这样子，今天去和平岛没有看到正烧的。Go go go go！ 蔡妹妹你真可爱，小妹妹。嗯，哦，这叫做外面餐桌风景。为什么叫餐桌风景呢？因为它是餐桌风景。懂不懂？不懂。不懂没关系。那艺术东西本来就是很难懂，像爸爸也不懂。天光之间，这个会比较难懂一点。小姐，你要买什么吗？嗯，快点啊，小胡，有我吗？来来来来，等等来，来，要不要我走前面？我要走前面吗？还是你走？快点！咚！我盖盖着海浪而已啊。然后我们的手帮我盖着，不是很明显的，这应该叫做人肉咸咸的哈。啊？大透抽。大透抽。是哦。对，之前就有了吧？是啊。去上面应该就看得到，要看得到。哇，脚软了哈，这围墙真低呢。
所以现在要大抽抽了呀。哇，凤头燕哦。哦，有大抽抽，对。啊，拉布拉多。好可爱的拉布拉多。再去楼上啊。眼镜点，近点。他在吻你。好，谢谢。真的太可爱了，被狗狗融化。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好可爱啊！